Good morning, everyone. 今天是第三次的1200单教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我们的第三单元，先从三年级开始哦。三年级的同学 ，Unit 3 Page 10。那这一课是在说 Dennis' first day of school。那我们来看他要怎么跟大家打招呼，或者是在讲学校的单字。第一个 ，hello， hello， 老师 ，teacher， teacher， 但 teacher 后面加的是名哦，或者比如说，例如 teacher Tim， teacher Nelly。你可以这样说，他们 they 学校 school 课，什么课或者什么班级会用到这个字 class。 那如果我们是说什么课的话， English class。喜欢 like， 没生命的他，或者我们指学校、指物品、指东西的那个他，国字这个他，我们用 it。下一个哦，你或者是你们 you， 所以 you 可以是你，也可以是很多的你们，去 go。Go to school, 上学。Go to the classroom, 去教室。或者 go back to your seat, 回你的座位。再见 ,goodbye。好，那接着我们换四年级同学啊。四年级的同学这一课是在说 Happy Chinese New Year。他在讲节庆，那我们来学的第一个新的 New Year， New 新的 New 一年的年 Year 这个字滑一下哦 Year 幸运的 Lucky 信封 Envelope。那我们这边会学到 envelope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配红色的 red envelope， 红色的信封，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包。给予的给 give， 钱 money， 给我钱 ，give me the money， 给我钱。下一个裤子长裤。Pants， 夹克 ，jacket， 连身裙 ，dress， 连身裙我们最常看到的洋装。鞠躬 ，bow， 所以如果你上课或下课喊口号，那个就是鞠躬前就会喊一个 bow， 但你发成另外一个音。Bow 是蝴蝶结哦 ，bow tie 蝴蝶结哦，那个领结那个小啾啾哦。那我看下一个五年级的同学，五年级一样也是 Unit 3。那我们看五年级的，他的题目这个在讲 David had a strange dream， 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那刚过去的或者最后一个或者上一个 last。所以昨天晚上就是上一个晚上啊，或者是刚过去那个晚上，我们就会说 last night， 巨人 giant， 在什么之后或者什么以后 after， 那我在你的后面啊 ，I'm running after you， 在你后面追着你耶 ，after you， 手臂。Arm， 绿色的 green，
green. Yeah, too. Too. 那最常说的就是 me too. 或者是你讲了一句话之后说我也是耶、欸、最后就加一个 too. David is a slow runner too. 所以你的 too too 放在最后面就知道人家在附和你说话，重述你的东西，跟你一样。父亲 father, father, 谁 who, who, 问问题的 ask, ask, 旁边 side, side, by my side, 在我的旁边。六年级你是第七关哦，六年级是 page 26 二十六页。好，来看第一个字啊，历史 history history， 但是也是有人念 history history， 那我们这边就念最常用的 history。 男人 man man， 在多久之前 agoAgo 这个用法，我们说 20 years ago, 2 days ago, 2 weeks ago， 就是几天之前，几个礼拜之前，我就用时间，然后后面加个 ago。 Mind, mind, never mind, 不介意。啊，课本的例句说 People don't mind a black person be president. Mind, mind.但 mind 这个字的用法后面那个 be 要加 ing。 Lead 带领 Lead 一半 Half Half Half， 所以一半黑人一半白人的血统，那个混血你就可以这样说啊， Half black and half white。 公开的 Public Public In publicIn public 就是很公开的演说，公开的我就用 in public。 那这边用的句子是 He is good at speaking in public， 他很擅长公开演说演讲。祖母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律师 lawyer lawyer。太太，结过婚的女性，你可以说 Mrs. Mrs. 好，那今天的1200单字这边结束。